好，我就用绿的哈，来，绿的我是有带吧，但是那个比较大。好，那你进来之后呢，我先不管它，我先放到下面来，因为你要做叠在那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下面就有一个东西了哦。好，下面你看，如果直接放上来，这样会挡到刚刚的那个白板的部分。那我先点到它之后，你可以点两下，或者到上面这里的叫修改。好，修改，这个叫一般我们称作字母画面。好，字母画面。那你进来之后呢？微电脑免费版就有，在上面这里，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叫色度去背，就是功能哦，那你把它选一下，打开。但是呢，它预设的颜色是黑色的，不对，所以我们自己用滴管去吸一下，有没有区别？有，但是还不是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因为跟你滴的位置有关系，好，所以你可以再找看看哪一个效果比较好。那尽量找到最好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边，它有四个选项可以做调整。原则上调整的方式就是由上而下，由上而下做调整。所以我在这边这样子，你有没有觉得去太多就不见了？这样是比刚刚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再调整那个中心的范围。好，然后明亮度我们再调一下，这样就比较干净了，是越来越干净了。那边缘锐利一点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试看看哦。你看到后面这边，有没有发现它们就在一起了？如果你老师不要那么多的话，就是说你的画面不想那么多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？把你做的这个范围可不可以变小一点？他们两个在讨论他们做的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所以你这样完成之后呢，这个是它就跟你最后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，出来外面再做调整。所以我们因为没有钱，所以我们就只好用时间换取这个效果。那你在电视台，它就是用什么？用即时的。所以我们一般电视台，它就是你如果看真正他们在放摄影的，后面就是像那种栏目或绿幕，只是播出了之后即时合成。所以现在有些学校他们也有，就是教发中心也会准备一间专门来录制所谓的 MOOC 的那个课程的，那就是有栏目或绿幕像这样子。好，那输出的部分呢？最后补充一下，输出的话，免费版可以，也可以输出到 Full HD 最高。好，但是呢，你要选择 AVI，啊，不，抱歉，是 Windows Media。好，那你在这边去挑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，有没有看到 Full HD 1080x1080？好，就可以要达到这样子。那后面30P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播放的那个影格数。好，播放的格数，所以你选择这个，那这样你在输出的时候，它就是最高品质。那你可以自己决定要输出到哪一个位置。好的时候呢，就按最下面开始，这样就可以把你连出来，这样 OK。好，所以很抱歉，可能时间上没有那么多，就只能先暂时分享到这边，好吧？OK，好，希望各位呢，您对于这个教学的这种录影或者是剪接呢，能够利用这两个免费软体呢，就可以做到很不错的效果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